好，在看完了生词短语之后，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先来看看第一段，先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好，咱们一块儿看屏幕。屏幕这个第一句话说 ：“Parents are often upset when their children praise their homes of their friends and regard it as a slur on their own cooking, or cleaning, or furniture, and often are foolish enough to let the adolescents see that they're annoyed。”这个句子比较长啊。但是这两个呢是并列句，并列到一块儿。你看这是一个并列句 ，and 连接另外一个句子，这 and 引起另外一个句子。但是这个我们看到，每个句子里面有自己复杂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一个并列句说 ，Parents are often upset， 父母亲通常呢是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这 upset 就沮丧的，有的不高兴的，还有点担忧的，总之心中很不是个滋味。咱们一会儿会说这个词啊。什么时候呢？这个 when 是第一个句子里边嵌套进来的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当他们的孩子们在夸奖他们孩子们的朋友的家里的时候，父母亲心中往往很不是个滋味。 and 引出并列句，主语还是 parents， 并且父母亲怎么样呢？把这个他 it， 但是对于孩子们朋友们家里的夸奖了，对吧，赞扬这些话了，看作是对自己家里的什么烹饪技术啊，什么清洁卫生啊，或者家具的诋毁或重伤。这里用了固定搭配，词汇中讲了 regard something as a slur on， 把前者看作是对后者的诋毁诽谤重伤、and 引出另外一个并列句，并且还怎么样呢？并且是傻到了让他们青春期的孩子看出来他们有些不高兴了。这个 be 什么什么 enough to do， 这才是固定搭配，表示太怎么怎么样，竟然会如此怎么样，竟然会他们太傻了，或如此的傻，以至于呢，让他们青春期孩子看出来他们不高兴了。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that 引导的句末，当然是宾语从句，做 see 的宾语，看出他们有些不高兴。这个 annoyed 表示微微有点不高兴的，表示 slightly angry， 其微微有些不高兴的啊，但是还没有大非常的发脾气发作出来。总之，让他孩子看出来父母亲不高兴了。下面看看里面一些细节啊。首先 ，parents are often upset。我们看这 upset， 这个在这是形容词啊，它表示 unhappy、worried or angry， 这是个杂糅的情绪，不高兴，有些担忧，或者是有些生气，总之心中很不是个滋味，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心中那么别扭，父母心里觉得别扭，不是个滋味啊。这个非常好记，为什么 ？upset 这个词本身当及物动词就是打翻的意思。你比如说 ，don't upset the apple cart， 不要打翻苹果车，这个 cart 手推车的意思，其实这是个谚语，叫不要自找麻烦。那打翻苹果车你替人捡去吧，不要自找麻烦，无事生非。 upset 过去分词包括一般过去式都是 upset， 所以这个 upset 形容词其实可以看作这个 upset 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当形容词，被打翻的，所以心中很不是个滋味。在什么时候呢？就当他们的孩子们夸奖孩子们朋友的家里边这个非常好的时候呢，父母亲不是个滋味，并且怎么样 and 他说 regarded， 并且把这就是我们说了孩子对朋友的家的赞扬看作是对自己家的烹饪技术、清洁卫生和家具的诋毁诽谤重伤。这 regard something as a slur on 在生词中讲了，可以换成 regard something as a slander on， 搭配是一样的啊，把什么什么看作对什么什么的诽谤。这个孩子对朋友家的赞扬可能是发自童真的无心的小错嘛，对吧，这个也称不上是错，就孩子们说哎呀朋友家里真不错，成年人比较世故比较圆滑，知道不能说别人家好，特别是当着自己的亲人说别人好，这容易引起呢这个自个儿家亲人的不高兴，但小孩子们无心说了这么一句话，家长们非要去较这个真儿，反而有些孩子气了。那有些家长甚至更过分，你看后面说了 and often are foolish enough to let adolescents see that they're annoyed， 并且经常呢这个是这么的傻，以至于让孩子们看出来他们不高兴了。这个 be 加形容词加 enough to do， 本意可以表示足够的怎么怎么样，以致这个可以如何，有这个意思。但是 enough 后面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此以至于太怎么怎么样，竟然会。这个 be 形容词加 enough 加 to do 相当于 be so 加形容词再加 as to do， 如此以至于或太怎么怎么样，竟然会如何，这个结构我们在第八课当时就讲过，本文中可以做这个替换。
本文中可以换成 and are so foolish as to let adolescents see that they're annoyed. 他们是这么的傻，以至于呢让孩子们看出来他们不高兴了。这个搭配也行。如果后面不是动词不定式，是从句呢，也有类似的意思。Be enough 后面加 that 从句，跟 be so that 加结构状语从句，意思一样，也是表示如此怎么样，以至于太怎么怎么样，竟然会。这个我们复习一下，在第八课47页的第十一行，47页第十一行就是第八课贸易标准。他说 ，Although negotiators are optimistic, the details are complex enough that they may be hard pressed to get a deal at all. 尽管谈判代表们很乐观。但是这个细节啊是太复杂了，以至于啊他们根本就不大可能达成协议。太复杂了，如此复杂竟然会达成协议根本不可能，太怎么怎么样，以至于会怎么样。这个跟 so 加结果状语从句 that 从表达含义类似。所以本文中注意这个翻译啊，竟然会傻到了让孩子们看出来他们有些不高兴了。父母亲可能心中不高兴，但有点涵养的父母亲呢，还表面上不发，他们家确实不错，对你说得好，心中憋着。但有些父母亲可能表现出不高，是不错，是不错，好，行，别说了，别完了，来，表现出有些不高兴了。这个 annoyed 来自及物动词 annoy 表示 make somebody slightly angry， 使某人有点不高兴。那么有点不高兴的 annoyed， 令人有些不高兴的叫 annoying。就好了啊，甚至让子女看出来他们有点不高兴了啊。好，看下一句，他们说，这个下一句话说 ，They may even accuse them of disloyalty, or make some spiteful remark about friends' parents. 他们还是指父母亲了，那么可甚至可能会这个谴责孩子对家里不忠诚。这个咱们讲过的搭配叫 accuse somebody of disloyalty， 就指责某人这个不忠。这个作为固定搭配咱们可以记住，但中心这个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这个搭配可以记住，指责某人因为某事而指责某人，注意后面介词加 of 而不加 for， 这在新概念三册第一课咱们就讲过的知识。这个一般表示气愤的指责某人，这后面介词加 of， 当然也可以表示指控或控告，但它表示指责一般是情绪化的，发作出来了，就是从言谈举止看出来非常情绪化，很生气了。这个我们在复习第三册的16课，玛丽有一头小羔羊，在里边会出现这么一个 Dmitri immediately went to Aleko's house and angrily accused him of stealing the lamb. Dmitri 立刻就跑到阿里克家里面去，并且气愤地指责他偷了他的羊羔。一般都用在这个情绪化的场合，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本文中也是非常生气的，对你说他们家好啊，你说他们家好，跟他们家过去，白眼狼，这个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这不像话吗？这不是，这个情绪化的指责。这个我们对单词有精准理解之后，就会细腻入微的体会这个作者要表达的精确含义。读书看报纸的时候，我们能体会的更深刻，文章就显得更生动一些。英语单词细腻程度比中文要高很多啊，确实同义词数量太多了。accuse 表示情绪化的指责某人因为某事啊，那么表示指责、指控，表示是这个批评，有好多类似词汇。咱们复习在三册就讲过，比如有一个词也叫批评、指责、呵斥啊，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blame， 但这个动词强调的含义不一样，它强调什么呢？它强调不是情绪化，它强调某人应该为某事负责，强调都怪某人是他的责任。搭配有两个。意思是类似的 blam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指责某人， blam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把某事归咎到某人头上。而第二个搭配把事情放前面，但意思都强调是某人的责任。你比如说 they blame George for the failure， 他们把失败归咎到乔治头上，乔治应该负责。或者说 they blame the failure on George， 一样的强调这个事是这个乔治做的，他应该为这次失败去负责。这个时候用动词 blame。 好，表示批评还有一个词叫 censure， 也是常见词了，这后面加 for， 多数都是跟 for 搭配。 accuse 呢属于比较特殊的，跟 of。 再大声读一遍 censure， 这个一般多强调严厉的指责，他不一定发脾气，但确实措辞比较严厉了，严厉的指责某人，用词也比较正式。你比如说 ministers were censured for their lack
of decisiveness during the crisis. 这些大臣们或者部长们因为在危机期间不够果断而受到了指责。Decisiveness 表示果断吗？不够果断，欠缺果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严厉的批评指责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叫这个谴责，谴责就是一致的批评，大家都在批评，公众的舆论在谴责。我们大声读一下，这两个词是通用的 condemn， 不要读 condemn， con 在轻读的时候读成 con， 重读是 con， 所以大声在里面 condemn。 再读第二个 denounce， 谴责。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ndemned or denounced suicide bombings against civilian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可以翻译成国际社会，国际社会谴责针对平民的自杀式炸弹袭击。 suicide bombing 叫自杀式炸弹袭击。 civilian 咱们在第二课就见过，平民百姓，普通百姓。你冤有头债有主，谁欺负你你炸谁去，老百姓没惹你，凭什么针对老百姓呢？一致在谴责，这个谴责这两个词可以这个替换。那么 condemn 搭配呢，还有些固定用法，顺便可以记住 condemn 后面可以加 for 或 as 搭配，把什么什么这个因为某事而谴责某人可以加介词 for， 把什么什么谴责为是什么可以加 as 可以表示是或作为什么，对吧？比如说强调原因， The movie was condemned for its sexism， 这部电影因为它性别歧视受到了谴责，就一致的批评。这个表示因为后面加 for， 谴责为是呢后面加 as。 你看The terrorist attack was condemned as an act of barbarism and cowardice. Cowardice 在生词中刚讲过，表示懦弱。那这次恐怖袭击被谴责为是野蛮和懦弱的行径。Barbarism 就野蛮，它的反义词就 civilization 就文明。barbar 本来就是野蛮人的意思，野蛮的就是 barbarous， 把 ism 去掉换成 ous， barbarous 就好了。Cowardice懦弱，不可数名词，生词中讲的，这是被谴责为是，后面加 s。还有呢，我们用 scold somebody for something， 你看也是批评，这个词多强调呢，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妈妈爸爸对孩子，长辈对晚辈，用它比较合适。你比如说 ，his mother scolded him for breaking her favorite vase， 他的妈妈这个批评他 ，kiss 他一顿，为什么？因为打碎了妈妈最喜欢的花瓶。但是这个 vase 也能把它读成 vase。或者 vase， 当然并不是 vase 了，就是我们的花瓶了，两个翻译都行。这是大人批评小孩，长辈对晚辈。还有上下级之间，这是我们三册知识的，三册三十一课可爱的怪人怎么讲过，大声再读一下 rebuke reprimand， 两个都行，再来呗 rebuke reprimand， 后面还是普通搭配加 for， 那个多数都是跟 for 来搭配。那比如说 I was rebuked by my managerFor being late， 我因为迟到受到了我们经理的批评，对吧？被 K 了一顿。再有三册三十一课里的句子 ，The manager was most apologetic and reprimanded the assistant severely。经理非常抱歉，并且严厉的批评了这个售货员。Assistant 表示店员、售货员的意思，上下级之间用的非常贴切。三册三十一课是这么用的。还有，顺便可以记住，比较文言的书面语了，就温和的告诫某人。叫 admonish， 温和的告诫，希望他改正，也是责备，但语气比较温和，希望他快点改过来，告诫某人。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dmonish， 温和的指责告诫，希望他改过来。那比如说 The doctor admonished him for too much drinking， 这个医生告诫他酒喝得太多了，你这酒不能再喝了，再喝了就死了啊！注意喽，这肝不行喽。你看温和的告诫可以用它。所以英语中这个批评啊用的相当多，本文中非常盛气，这个脸红脖子粗，吹胡子瞪眼睛，本文中形容这个父母亲发作，很没有涵养的发作，说孩子不好，这个用的恰如其分。是或者怎么样，再回到句中 or make some spiteful remark about friends parents， make a remark about， 或者 about 可以换成介词 on， 是对某事发表评论， about 跟 on 可以替换，本文中用的是 about。 那么前面 spiteful 恶意的恶毒的，或者对孩子的朋友的父母亲说一些非常恶毒的话，这是更没有修养了。那是不是你看他爸妈是有钱，你看他还不定钱从哪儿来的，你看他爸长得德行，那不知道他背不住偷来的呢，说一些恶毒的话。
当然很少有家长真的会这么做了，对吧？因为这样既有失尊严又充满了孩子气，那孩子们听到之后也会很震惊啊，自己非常崇拜的爸爸妈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呢，对不对？看下句话，咱们看屏幕，它比较复杂。他说 Such a loss of dignity and descent into childish behavior on the part of the adults deeply shocks the adolescents and makes them resolve that in future they will not talk to their parents about the places or people they visit. 这个句子比较长，但又是两个句子并了到一块，中间用连词 and 连接。第一句话说，这种有失尊严和堕落到孩子去的举止怎么样呢？后面 on the part of the adults 这是一个后置定语，表示成年人做出的这种有失尊严和孩子气的举止。 on the part of 是个书面语，表示某个事情是由某人做出的，前面这个动作这个事情发出者是谁，这是个书面语，就成年人做出的孩子气举止，不是小孩子，是他们的父母亲。那么深深的使他们青春期的孩子受到了震惊，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并且还使他们，这个 and 主语说明还是这个成年人的有失尊严和堕落到孩子去的举止，这个行为，对吧？使他们，但 descend 注意是堕落的意思，咱们也会讲，使他们是使孩子们呢，那么去决定 resolve 在这注意不是解决了，这是决定某事，相当于 decide。那么用 resolve 表示决定 ，be decide 要正式一些。那后面是宾语从句 ，and 开始到句末。宾语从句里面首先出现时间状语 in future， 叫从今往后。咱们一会儿会说 in future 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后面。如果 in the future 是表示在未来会怎么样？这加一个的，去掉的意思不一样。本文中是从今往后，从今天开始一直往后都是怎么样？他们不会跟父母亲谈论他们拜访过的人或去过地方了。这个 talk about something 是谈论某事，大家都知道。先加个 to their parents， 为什么呢 ？If talk about something to somebody， 但是 to somebody 比较短，而 about something 比较长。也 about the places or people 还有个定语从句 the visit 修饰这个 places or people， 所以呢。Talk to A about B 这么说，如果要是这个 to 后面人太长的，变成 talk about B to A， 这个 to somebody 和 about something 看哪个长哪个短，哪个放在前面，这里 to somebody 短放在前面， they visit 刚才说了定语从句修饰这个 places or people， 这是语法成分的分析。这里面首先呢，咱们先看一看特别重要的这个 descent。 descent 大家知道本来做名词表示下降，在三册四十二课现代动学人中咱们出现过，表示下降，它的动词形容就 descend， D-E-S-C-E-N-D， 这是动词， descent 是名词。那下降派生意就是堕落，堕落到做某事后面加介词 into 是固定搭配。比如说这个名词短语了， Her gradual descent into alcoholism， 这个女人渐渐堕落到酗酒这个行为了。 alcoholism 表示酗酒， descent 是名词，堕落到做某事，注意后面介词加 into 就好了。再看一个完整的句子， His descent into crime was rapid， 他很快就堕落到去犯罪了，就他堕落到犯罪的这个事儿是快速的， descent 还是名词做主语的，咱们中文可以当动词本，他很快堕落到去犯罪了，对，他的动词形式就是 descend， 本意是下降，如果堕落到去做某事后面加介词 to， 注意名词后面加 into， 动词加 descend to， 背下来就好了，背下来就好了。后面注意这个 to 是介词，加 something 或 doing something 都行。比如说 descend to fraud， 堕落到去欺诈，这个 fraud 做名词叫诈骗的意思。还有呢 descend to abuse， 堕落到去辱骂，骂大街了， abuse 辱骂虐待滥用，在这名词读成 abuse， 动词读成 abuse， 这是名词读成 abuse， 因为 to 是介词。再比如说 descend to writing anonymous letters， 堕落到去写匿名信的这么一个地步了，这 to 是介词，后面的 writing 动名词了。再看一个完整句子， Other people may gossip but don't descend to their level， 其他人呢也会传播流言蜚语， gossip 在这儿当动词来用，名词呢也是流言蜚语，这是传播流言蜚语的，但是不会堕落到他们这个地步，这样一个程度，他们做的太过分了。 descendto 是动词短语，名词 descent 加 into 就好了，把这个区分开。好，这样一种有失尊严并且堕落到孩子气的举止， childish 贬义词，就幼稚的孩子气的，
on the part of the adults, 这个成年人做出的，这是固定搭配，刚才讲了，得背起来啊。On the part of somebody, 或者 somebody, 这个人如果是个代词，可以用属格改成形容词物种代词，变成 on somebody's part, 就看这人是名词是代词了。是名词放到后面，是代词变成属格放在中间，比如 on the part of him, 不这么说了，换成 on his part, 就好了啊，是某人做的，这个事是谁做的。比如说 ,it was a mistake on my part, 这是我犯的错，这错是我犯的，这个错误是谁做的啊，就而不说 on the part of me, 不这么说了 ,on my part。同样的类似的 ,it was a mistake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ities, 这是政府当局犯的错。On the part of, 或者是个名词，名词短语了，就选用 on the part of 这个结构，那都是表示这事是谁做的，这个书面用的特别多。那再看一个例子，这是父母亲一致提出了降低学费的要求。我们可以说有一个一致性的要求，然后说要求是父母亲提出了，然后再说要求是降低学费。那 There is a unanimous demand on the part of the parents for a cut in tuition.有一个一致性的要求，要求是谁做的呢？父母亲提出的，父母亲做的要求。要求是什么呢？ Demand 往往跟 for 代表 for a cut 削减什么呢？ In tuition 学费上的削减。咱们中文中一定用人称主语，是父母亲一致的要求降低学费，对吧？我们中文中物称主语变成人称主语，名词变动词就好了。来，父母亲一致的要求降低学费，我们再读一下一致的，异口同声的 unanimousUnanimous, on the part of 表示前面的事是谁做的。咱们再看一个考研的阅读真题，当年很老了，就是1997年的考研的一个阅读真题的片段，好多年前。咱们看在当年的这个阅读真题，咱们能不能轻松看懂。他说 It was not a matter of choice for the traveler or merely a charitable impulse on the part of the settlers. It reflected the harshness of daily life. If you didn't take in the strangerAnd take care of him, there was no one else who would. And someday remember, you might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这是一个描述美国西部拓荒的当时的这么一个阅读真题片段。咱们看看啊，这not a matter of 并不是什么什么的事，什么什么的问题，咱们讲过多次了，对吧？这并不是当时那个旅行者他们选择的事，选择的问题。或者这个仅仅是这个当时的西部拓荒者一时的慈善冲动 charitable 叫慈善的 impulse 就一时的冲动了，谁的冲动呢？ on the part of 而这个事儿是当时的殖民者，就是到西部拓荒的人定居在那个地方，他们叫 settler， 并不是仅仅是他们的一时的慈善冲动，比如这个事儿是谁做的？ on the part of 对吧？是当时定居在那里的殖民者他们一时的冲动，这反映出了日常生活的艰辛，当时生活的艰辛，加个冒号解释，为什么呢？如果你不这个接纳这些陌生人，并且照顾他们，让他住在你家里 ，take in 注意是多义词 ，take in 可以表示欺骗某人，但表示这个意思呢，用被动比较常见一些。I was taken in， 我被骗了。在这 take in 是另外一个第二个意思，叫收留某人住在你家。根据上下文，这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收留这个陌生者并且照顾他们的话，没有其他人能够去做了，并且有朝一日请记住，你可能会处在同样一个处境，因为西部拓荒者到这个地方定居之后，他会继续往西部拓荒，这个时候你又变成了 traveler， 那当地的人也要接纳你嘛，你在未来也会求别人住在住在别人家，也会在同一个处境。 on the part 表示这事是谁做的。再看当年一道考研的选择题， The pursuit of leisureOn the part of the employees were certainly not 什么 their prospects of promotion. Pursuit 是追求，对于 leisure 英式翻译的 leisure 闲暇，对于闲暇闲适生活的追求，谁呢？就是雇员了。雇员追求舒服，这追求能够过闲暇的生活，当然不会怎么样，他们被提拔的这个前景 prospects 在前面生词中讲过，就前程前景，对未来的展望。 Promotion 是提拔。 A spur 刺激激励，它做名词可以不是马刺扎马屁股那个刺，让马跑得快一些，做动词刺激激励，刺激激励前程，这个不通顺。 Further 当及物动是促进，促进他们这个前程，促进助长，这个意思对。 Inducing 诱使讲不通。 Reinforce 表示使变得更坚硬一些，将 reinforced concrete
就钢筋混凝土，强化了的混凝土，这个只有 B 正确，将不会促进他们受提拔这个前景。促进用 further 及物动词，on the part 表示前面这个事是谁做的。那我们再看一看咱们直译到艺术真题，直译的咱们作文，直译作文的艺术真题的题目，题目就一句话，这是作文题。Teacher salarie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老师的工资应该基于学生的学业成就，就学生分考得高，老师拿钱多。下面是写作要求，写一篇文章，这官方管咱们写的文章就对题目的回应，写篇文章，讨论一下你在什么程度上 ,extension 程度了，什么程度上同意或者反对这个说法。在发展支持你自己立场过程中，确定哦，一定要谈到那么最有说服力的那些理由和例子，理由或例什么能挑战你观点的对立观点，它的理由和例子，就是两面都必须得写到。下面看看咱们李老师给他写的范文中的一个开头段的片段，就是写这道题的开头。I agree with the speaker that it is sometimes necessary and even desirable to relat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o their teacher's salaries. 咱们先对题目做一个让步。这不，我同意作者的某些看法，但是大家注意，我们在阅读真题要注意啊，不要看到 agree 或 disagree 就马上认为是作者表态，你得看看后面有没有转折。如果有转折的话呢，那说明前面仅仅是做个让步，同时复述题目。在这里有转折，在哪儿呢？我们看在这儿呢，nevertheless 有转折，那说明的观点在后面呢，前面是做让步。我同意呢，这个把学生的学业表现跟老师的工资连起来是必须的，有的时候是必须的。我说有时候必须对负面转折做铺垫了，甚至是可取的。后面说了一个相反的观点，这个写作要求不让我们谈到对立观点吗？一个相反的观点可能被谴责为是，刚刚讲过 be condemned as 被谴责为是吧，被谴责为是不负责，谁不负责呢？ on the part of the school's administrators 学校的管理人员的不负责。你看刚刚出现了这个事儿是谁做，谁不负责？管理人员对什么？对学生不负责。你制定工资政策吗？如果学生考多少分跟老师钱没关系，老师不好好教了吗？然而我转折了，老师的表现并不总是学生学业成功的主要决定因素， determinant 当名词决定因素，并且一个僵化的不加分辨的 indiscriminate wage policy 这个工资政策可能会打击老师积极性，最终还会降低他们学生的成绩。 end up doing something 最终有什么什么结果。你看某事是由某事做这个某人做出的，事情放在前面，后面加 on the part of 就好了，如果人是个代词换成 on one's part， 这是这个 part 这个重要的名词构成的重要的书面语搭配之一。那么它有另外两个重要搭配，咱们下面接着看。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由 part 构成的另外两个五星级的书面语的表达。有一个搭配叫 for one's part， 叫做对于某人而言，这个人无论是单数是复数多数人，后面一定都用 part， 他不能用 parts， 即便是他们对他们而言，就 for their part 不能用 parts， 这个 part 在这儿没有单复数变化。对于某人而言， for my part I prefer living in the city， 对我而言我更喜欢住在城里面，对吧。再看一个复杂句子， Napoleon's army was weakened and the British for their part were eager to attack。 拿破仑的部队被削弱了，受到了削弱，而英国人呢对他们而言正渴望进攻，这是军事实力此消彼长的时候。 for their part 对他们而言，注意不是 for their parts， 这个 part 在这儿当不可数名词来用，这是对于某人而言，这个用的特别多。还有一个咱们三册就讲过的一个五星级的搭配，三册35课说过，就是 in part， 就是部分的某种程度上，部分的某种程度 in part 相当于 partly 或 to some degree，部分的某种程度上， partly 在四册里面未来也会碰到。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accident was due in part to the bad weather， due to 因为了， due in part to 呢部分因为， 这些事故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天气不好，我部分的原因是天气不好，但是也有人为因素，部分的某种程度上。再比如说咱们复习三册的35课这么一句话，When we use a phrase like "it serves him right," we are in part admitting that a certain set of circumstances has enabled justice to act of his own accord. 当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短语、习语叫
他罪有应得的时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承认某一套特定的环境，周遭的环境使得正义按照自己的意志发挥了这个作用。 Do something of one's own accord 表示自愿的，主动自愿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做某事。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承认 We are in part 某种程度上，三册三十五课。再比如说，咱们看看两篇六级阅读真题，大学英语六级考试阅读真题。Public distrust of scientists stems in part from the blurring of boundaries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tween discovery and manufacture. 老百姓对于科学家的不信任 distrust、那么 stem from 三册二十九课是否有趣，咱们讲过是起源于 stem 做名词不是植物的茎秆吗，这从哪儿长出来的源于呢，部分程度上某种程度上是起源于这个模糊blur， 刚刚在圣经中讲过，做动词表示是看不清楚，做名词就是看不清楚，模糊。那什么模糊呢？ boundary 边界线的模糊。什么呢？科学和技术，发现和制造之间边界线的模糊，这某种程度上是源于这个。再看另外一道阅读真题。 Blacks have significantly shorter lifespans in part due to racism in the health establishment。这个 blacks 就黑人了，黑人的生命要短得多， lifespan 就生命一个周期嘛，跨度嘛， span 是从这边到那边，本来表示一个拱圆弧形两个角之间的跨度，那派生意就一段时间了，生命周期啊要短得多，某种程度上是源于这个种族歧视。什么呢？在卫生保健机构的种族歧视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establishment在这表示机构，但 establishment 表示机构，不可数名词，它抽象词不可数的。那英语词法太细腻了。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黑人比较穷啊，看不起病啊，黑人本身就欠缺长寿基因，黄种人应该是最长寿的。那这上帝很公平，越壮寿命越短，黑人最壮，他们寿命相对比较短一些。那黄种人看似没有黑人那么强壮，但寿命最长。这个某种程度是由于医疗保健机构的这个。种族歧视 racism 就相当于 racial discrimination， 但是也有其他的因素，这某种程度上部分的 in part 书面语固定搭配把它背来。那回顾一下on the part of 表示前面这个事动作发出者是谁，是谁做的。for one's part 没有单复数变化，表示对某人而言， in part 表示某种程度上部分的，把它记住。好，回到句中，就是成年人的这种有失尊严和堕落到孩子去的举止怎么样，使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深深的震惊，这个 shock 大吃一惊，是震惊，反差太大才会震惊，孩子们没有想到自己最尊敬的爸爸妈妈怎么会讲出这种话来呢，所以用 shock 并怎么样 and makes them resolve that， 并使他们决定，注意 resolve 是多义词， resolve 可以表示解决，但本文中是决定，它表示这个决定是个书面语。 resolve 表示解决，没有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比如说resolve a problem 解决一个问题， resolve a dispute 解决一个争端等等等等，这是解决，但本文中表示决定，表示决定的时候呢，它后面一般加动词不定式 to do， 决定去做某事，或者后面加宾语从句 resolve that， 并做出这个决定，做出这个判断，它类似于 decide 后面加 to do 或 decide that， 用法一样，但用它表示决定比 decide 要正式的多。再跟后面的决定什么呢， in future 表示从今往后，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后面都如何，但 in the future 表示在未来，加一个的去掉的区别这么大。看一个例子， Human beings may inhabit other planets in the future， 人类可能在未来住到其他行星上去，在这个句子里面用 in future 就不合适， in future 表示从今往后，从现在开始了，现在还没有住上去嘛，所以在未来，而本文中用 in future 对的，就从今往后一直都这样了，从现在开始以后都如何如何了，这个把它去辨析开，他们今后就不会对父母亲讲述他们去过的地方以及见过的人了，这时候代沟 here emerges the generation gap， 这个代沟就出现了。后面下面说了，这个父母亲呢要不了多久就会抱怨了，看下去，咱们看屏幕。 Before very longThe parents will be complaining that the child is so secretive and never tells them anything, but they seldom realize that they have brought this on themselves. Before very long,
这做时间状与固定搭配就要不了多久，不久之后，那父母亲想必啊就会抱怨了。Will be doing something 是将来进行时。三册讲过，将来进行时一般不是强的将来正在做某事，而是表达一种可预见性，作者知道一定会发生的，未来一定会发生，做好安排了，按照预计计划会发生，就想必啊就会去抱怨了。咱们一会儿会看更多例子啊，抱怨什么呢？后面的 that 从句一直到逗号就结束，是宾语从句。抱怨孩子们如此神秘兮兮的， secretive 就是爱保密的，不爱多讲的。那这个固定的用法它的替换，咱们一会儿从词法中会讲到。并且不愿不跟他们讲任何事， but 引出并列句， but 并列连词转折关系、啊、他们就是父母亲的 parents 呢，他们却很少能意识到，后面加 that 开头句末，这是宾语从句，是这个 realize 宾语，他们这都是自找的。 they have brought this on themselves， brought something on oneself， 固定搭配，咎由自取。这个为什么用介词 on， 咱们一会儿会详细来说，把语法先看清、啊、先记住 before very long， 不久之后，它有好几个版本，还可以说 before too long， before much longer， 意思一样，都相当于 before long。 before long 中学就讲过，不久之后，或者要不了多一会儿，类似于我们说的 soon， S-O-O-N， 很快，要不了多久。把这几个搭配大声读一遍， before very long， before too long， before much longer， before long， 意思一样，叫要不了多久。把它咱们课上跟老师读一遍，在家里面自己大声读五遍，直接背起来了，语感就出来。语感怎么出来？一个字熟嘛，熟了就好了。要不了多久，父母们想必就会抱怨。 will be doing 将来进行时，这是表达一种可预见性，强调提前早就知道这事几乎一定会发生，想必会怎么样，这是按照预定计划一定会发生。这个知识在三册就出现过，对，三册第四课，阿尔福德和布鲁克斯的双重生活。He will soon be working in an office. 他很快就会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对吧？已经都这求职成功了嘛？下周一加着班上班去了，跟公司说好了，几乎一定会发生。那么这是过去将来进行时，三册十三课，但也是表达可预见性啊。She would be going to a fancy dress party with her husband. 她在那天晚上将跟她老公去参加个化妆晚会，这是跟朋友说好了嘛？对吧？当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一定会去了嘛？哎。这是按照预定之中几乎一定会发生的事，它表达一种可预见性，而不是将来正在做，将来还没有到这个时间怎么会正在做呢？所以本文中用的好，父母们想必啊就会抱怨了，作者说我早就知道这一定会发生的。抱怨什么呢？孩子是这么的神秘兮兮， secretive， 注意不要跟 secret 搞混了， secret 是秘密的，不能公开的，而 secretive 是爱保密的，不愿意多讲的，守口如瓶的。他经常在后面可以跟介词 about， 对于什么什么不愿意多讲的，神秘兮兮的。这时候这个 secretive 可以换成形容词 close， 或者更加文言的 reticent， 就缄默的，三缄其口的，守口如瓶的，不愿意多讲的。特别是关于某人的计划呀，关于某的过去呀，不愿意多说。那你比如说 ，He is so close about his past， it seems like he's hiding something。用 be close about 更通俗一些啊，他。对于他的过去总是这么神秘兮兮的，看似好像他试图要隐藏什么东西似的，这是神秘兮兮不愿多讲的。本文中没有说对于什么，那个 about 就没了、哎、孩子们如此神秘兮兮，并且不跟他们说任何事，但是 but 并列句出现，他们却很少意识到，他们这是咎由自取。这个 bring 跟 on 搭配值得重视。我们知道 bring 一般是跟介词 to 搭配更常见一些， bring something to somebody，给某人把东西拿过来，拿过来，这跟 to 这个好理解。 I'll bring your tea to you， 来，我把茶给您端过来，您甭动了，我给您拿过来，这把东西拿过来。但是后面加介词 on 就不一样喽。 bring something on somebody 或 upon somebody， on 和 upon 可以替换，意思一样， upon 更正式一些、啊、这是强调给某人带来倒霉的事，给某人带来很不愉快的倒霉的事，用 bring something。 比如说 He accused her of bringing disgraceon the family， accuse somebody of 叫气愤的指责，还记得吗？对吧？这个男人气愤的指责他，这很可能是他女儿了，对吧？给家人带来了耻辱。这个时候不加 to， 这把东西拿过来了，带来倒霉的事加介词 on， 这个是搭配正确。Bring disgrace on， 还记得吗？讲 disgrace 时第八课咱们说过，这是固定搭配。那如果要是给自己带来倒霉的事呢，就咎由自取了，
这事是自找的，对吧？你比如说 I've got no sympathy for him. He has brought this all on himself. 我根本不同情他，他这完全是自找的。 He has brought this all on himself. 完全是咎由自取。那 sympathy 在十六课讲过，感情的词后面一般加 for， 同情啊，激情啊，爱情啊，这个后面加 for， sympathy for him， 这是他自找的。这个咎由自取啊，这个表达非常多。比如我们就说你自作自受，你活该，你咎由自取，你自取其辱，那中文表达就很多，英语中更多。来，我说你纯粹自找的，你活该， you deserve it， 可以这么说。来，或者是 you got what you deserve， 纯粹是自找的，也行，意思一样。还可以说 you are asking for it， 你不是要求得到这个结果吗？这配你正合适。那咎由自取，或者这么说 it serves you right， 这是三册三十五课原封不动搭配。那你罪有应得，这个事儿为你服务的太对了，对，就是罪有应得，倒霉的事儿了。It's of your own making， 也是一样，这是你自己自作的，自己作的，那这不是自个儿制造的吗？自己做的吗？咱们中文就作的，对吧 ？It's of your own making， 或者这么说 ，As you made your bed， now you have to lie on it。既然你自己做了床铺，你自己躺上去吧。固定搭配就是咎由自取。固定搭配就把它背下来就好了，没有办法习语嘛，语言习惯，大声读一遍 You deserve it. You got what you deserve. You're asking for it. It serves you right. It's of your own making. 再来一遍 It's of your own making. It's of your own making. 这是咎由自取自找的 It's of your own making. 就是你自己做的嘛。最后这个比较长，跟老师我先读一遍，跟老师大声读，注意连读啊。As you made your bed, now you have to lie on it. 注意 ，As you made your， 我们以前说过的，碰到了 yeah， 一般变成 之。Made your bed, now you have to lie on it. On it， 连读，最后 t 失去爆破。再来一遍 ，As you made your bed, now you have to lie on it. As you made your bed.Now you have to lie on it. 这是这个第三十四课的第一段，陈述了父母亲的一些错误的做法以及带来的一些后果。好，第一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